佛说无量寿经，牵音法师慈悲，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二十八面，好，那底下书起来，好，倒数第二行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在讲悟三救助者正报微妙，好，讲极乐世界的这个大众啊，救助者大众，他们的正报。微妙的状态，那么那个微妙状态呢，很难用语言文字来描述，所以只能用类比的方式。好，那么首先呢，这个第一层类比就是将世间最有福报的帝王，跟世间最卑下的乞丐来做个比对。好，那这个地方谈到这个帝王的这个因果，好。是以寿终福应得生善道，上次讲的这个地方，上升天上享之福乐。好，那这个地方仍然是这个他的这个正，他过去修这个修福慧所感召到的正报。好，那因为修福慧，所以呢死了之后升天享天的福乐，天上的福乐，那就是这个是主要的这个正报。那么底下讲到余报，积善于庆，今得为人，欲生王家，自然尊贵，仪容端正，众所敬视，妙义正善，随心抚育，素福所罪，故能至此。好，那这个天积善于庆，他过去所积累的这个善根的这个福德这个所积累的这个善业的这个于庆，也就是这个还有余报，天上的福报享完之后还有人间的余报。好，那么到人间之后呢，做人之后，然后升到王家，好，帝王家。那么帝王家自然就是自然尊贵，好，所谓自然就是说他生下就是王种，好，他不需要有任何建立功勋，好，他自然生下就是王种，所以称为自然尊贵。然后他的仪容是很端正的，那么大众非常恭敬诚实，那他的受用呢，都是种种微妙的衣服，这个很好的衣服，然后很好的饮食，好，随心抚育，好，这个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受用，好，受用这衣服，好，欲的话是这个欲善，好，吃饭，好，吃的饮食，好，衣服饮食都是随心所欲，那束缚所追，好。那就是过去的这个因缘，好，过去的这个因缘那是福德力啊，好，故能至此。好，追就是说追溯以往，好，追溯以往的这个福业，所以能够感召到这样快乐的果报，还有这种庄严的色身。佛告阿难，汝言是也。好，这是阿难尊者对于这个世间帝王，好，他能够感召到庄严相的一个原因的描述。好，那么再往下类比，既如帝王，虽人中尊贵，形色端正，比之转轮圣王，甚为鄙陋，犹比其人在帝王边。好，接着将世间的这个大福报的帝王，跟世间的转轮圣王做类比，那么就像帝王跟乞丐之间的这个形貌容状的类比一样啊，甚为鄙陋。好，那世间帝王这一比之下，就变成非常丑陋。好，再来，转轮圣王威相殊妙，天下第一，比刀立天王又复丑恶，不得相遇万亿倍也。转轮圣王他的这个他威德相貌是很殊胜的，是天下第一，好，他福报最大嘛，天下第一。但是比起这个刀立天王，好，这个欲界天的第二层天的刀立天的天王，那又是丑恶，好，不得相遇万亿倍也。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在世间的人呢、老是看不到天上天人下来，因为天上的天人看到世间的人又丑陋，然后这个身上就放出这个臭秽的气息，这个气息上冲了天上四十万里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天人，就是这个道理。好，更不用说什么小说里面讲的天上天人啊，跟人间的这个人间的世人结为夫妻啊，那我想这更不可能。就像世间的人不会找个猴子
那几位夫妻道理是一样的。好，那这个不能类比啊，万一倍。再来，道乐天王，假令天地比第六天王百千一倍，不相类也。好，这样子，辗转辗转的这个类比，那道乐天王，好，比起欲界第六的这个他化自在天的天王，也是百千亿倍不相类也。好，百千亿倍的无法相比，好，差距这么大。好，设第六天王比无量寿国菩萨声闻光眼容色不相及在百千万亿不可及倍，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救助的这个菩萨声闻，他的光眼容色，好，他的这个相貌的这个殊胜呢，好，那是比起那个他化自在天的天王，好，天王是所有天当中最殊胜的相貌，比起天王的那个相貌，那这是百千万亿的倍，好，好，也无法类比。简单来讲，就是你他的庄严，你没办法行，你没有办法想象，好，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非常非常庄严。那因为我们娑婆世界凡夫众生啊，我们见闻觉知的境界福德力有限，好，那么所以没有办法去描述，哦，说像什么，好，那只能就像一个一层层的这个类比。好，那以上就是说这个救助的声闻菩萨，好，他们这个相貌的庄严。再看到悟寺这颗救助者依报殊胜，好，不但正报殊胜，依报也是很殊胜。好，首先第一个讲到衣服饮食与身相称，好，佛告阿难，无量寿国其诸天人衣服饮食花香璎珞珠盖床幡微妙音声所居设宅宫殿楼阁称其形色高下大小，跟他的外形色相高下大小都相称。好，那关于这部分各位可以同时配合看我们上次发的那个附表那个大纲，好，附表大纲这个现在讲到救助者依报殊胜，好，配合这个表来看将会更加清楚。好，前面是第一段这个饮食衣服等等相称，这个讲到大小相称，好，因为这个是自然化现的嘛，这个是一个总相。那么再来讲就别显圣别相，首先讲到珠宝随心，或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心所欲意念即至。好，就说你到极乐世界，你所居的宫殿楼阁设宅等等一切的，你希望是什么样的众宝所成，可以随心所欲。好，有的人喜欢简单的就一宝，那么有的人喜欢华丽的就七宝综合，好，乃至无量众宝，那么这个柔合而成，可以随心所欲的合成。那么这些也是一样，我们在描述这些也是一样，我们去观想，我们以后就说心中念佛的时候可以配合这样观想，极乐世界有这个多个船房，有或者一宝二宝乃至七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所欲意念即至，你 一动念马上就显现出来。好，不像我们在娑婆世界啊，盖个房子啊，哦，很辛苦，要监工啊，还要怎么样想打一大堆妄想啊，不需要，在那个地方就是意念即至。好，再来宝义布地，又以众宝妙意随遍布其地，一切天人见之而行。地上除了这个七宝为地之外，另外在七宝地之上还铺满了众宝这个妙意，由众宝的这个材质所成的妙意。当然所谓众宝的材质，就是说他这个衣服的这个庄严，像黄金像玛瑙像翡翠，像众宝一样的这种颜色和这样的庄严，好，遍布在地上，好，铺地。再来在地上再讲天空，好，宝网罗覆，无量宝网弥覆佛土，皆以金缕珍珠百千杂宝奇妙珍异庄严教室。看到这里天空有无量的宝网，好，这个七重难寻七重罗网，好，这个罗网的天空遍满这个佛土，好，极乐世界佛土上都是遍满整个宝罗网。那么这个宝罗网它
它的这个材料是以这个金缕，金缕就是金丝，金丝编织的，然后上面串着珍珠，还有串着百千的杂宝。好，那么这些珍珠、百千杂宝都是非常奇妙、非常珍异。好，珍异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人间少有的、无有的珍异，这没问题。那么为什么说奇妙呢？因为这些宝，它不但有散发出种种璀璨的光明，光明当中都具足香。好，极乐世界所有的这个境界都是香光庄严，有光有香，所以称为奇妙。而且各位可以看到观经里面的描述啊，这些宝网或者这些众宝的光明都是遍满整个极乐世界，乃至遍满十方世界。好，遍满十方世界，那有缘众生就能够在定中看到这个宝网啊、宝树啊的光明啊的庄严，而因此啊能够入于三昧。好，所以它不只是说这个庄严而已，而且能够让众生见者入于三昧，那所以称为奇妙。来庄严教室，庄严这个宝罗网，以这个无量宝珠来庄严宝罗网，然后这个教室，这个室就是这个装饰，教室就是穿插的，叫交错穿插各式各样的宝，交错穿插的这个宝网。好，我们这个可以观想一下那个什么样的境界，尤其我们念佛念到心中沉闷黑暗相的时候，就观想我就在极乐世界，现在当下就极乐，不是未来，是当下就在极乐。然后我这个头顶上有很多的金丝编成的宝网，金丝编的宝网当中穿插的串了一些各式各样的这种奇妙真意的这个宝珠。那么这个奇妙是因为它光中有香，香中有光，同时呢遇到这个光明，这个香气都能够入于三昧，然后它散播到十方佛土。好，然后再来观想，好，这个宝网的四好，周匝四面垂以宝铃，光色晃耀，极尽严厉。这个宝网的四面呢、都垂个宝铃，由众宝所成的这个铃，这种风铃呢、光色晃耀，这个散发出非常晃眼，非常耀眼的光明，光明非常璀璨。好，那各位想想，这个如果风吹过这个宝铃呢、有声音，微妙的法音，然后又有这个光色晃耀，这个色尘的这个殊胜，微妙的这个清净微妙的这个色相，好，所以极尽庄严，这个地就是美好庄严，非常美好的。好，这是天上的宝罗网，好，宝罗网，然后旁边有悬挂很多的宝铃，然后就像往生论说的，这个无量宝就要落，罗网遍虚空，种种铃发响，宣吐妙法音，无量众宝交落交织而成的。这个等于宝网的材质不只是金丝啊，众宝交织而成的这个网，无量宝角落罗网遍虚空，然后种种铃发响，宣吐妙法音。好，这个是说悬的这个宝铃啊，风吹过去的时候，流露出来都是法音。好，听了之后，好入于三昧。再来讲到得风吹鼓，好，这个风吹过的这个庄严相。先是总标，自然得风徐起为动。好，自然这个就是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啊，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个得风。好，那为什么叫得风？待会会说明啊，具足种种功德的风，好，慢慢的微微的动起。好，再来别显，奇风调和，不寒不暑，温凉柔软，不迟不急。好，讲到这个为什么称为德风？它这个体是非常调和的，不寒不暑，这个风不冷也不热，然后温凉而且柔软，
好，温凉是说它的温度不冷不热，而且带着清凉的这个气息，好，可以去除身心的热闹。然后风是柔软的，好，它不像那种这个风，有的风吹过来啊，这个觉得好像这个扑面而来，觉得风很强，或者风吹过来夹带很多的沙粒啊，不会的，这个风吹过来非常的这个柔软，不迟不急，不会说特别的慢，也不会特别的快，好，恰到好处。好，那当然这个风中还有这个香气，我们看下面的文。好，吹住了往极众宝树，演发无量微妙法音，独步万种温雅德香，岂有闻者成劳过期自然不起。好，我们就跟着观想这个风吹这个刚才天空这个宝罗网，还有地面的这个宝树。好，地面宝树，各位看看观境里面呢、啊，对那个这个极乐世界宝树的描述、啊、那非常庄严，非常细致的。好，天空的宝罗网，地面的宝树，那么都一样能够演发无量微妙法音。好，风吹过就网的网动嘛，那么旁边不是林吗？好，种种林发响熏土妙法音，就是得风吹过去的时候，它会散发出种种殊胜的声音。这个声音或者是音乐，但是这个音乐本身就是在说法。好，或者呢，这个就是演发，或者是流露出说法的声音，在这个宝林当中流露出说法的声音。然后同时流布万种温雅德香，万种这个香有万种合成的。你看我们这个香是蛮好的，但它只有一种，主要是一种而已。好，这个就是芽庄的一种的成分。那我们就觉得挺好的了。你可以想象万种的香，好，那么合在一起，而且就极乐世界的众生，他这个六根是很敏锐的，好，他这个万种的香对他来说，他都能一一分别清楚，好，清楚分明的显现。好，那温雅德香，温就是这个香的这个香气很温和，好，他不会说。像有的香虽然是味道很好，但是呢很刺鼻，好像化学的香啊，或者是有的这个沉香比较不好的、啊、很刺鼻，不会，它很温和。好，雅呢是雅正就是说这个香很温和，你闻了之后不会产生一种贪婪的心、爱染的心。好像世间的香，为什么我们说八关斋戒不能那个香花漫，好，除了那个檀香、沉香之外，不能香花漫。好，就是因为那个香闻了会生爱着，好，甚至严重的会产生欲望的。但这个雅正，温和的香，雅正的香有一万，好，万种。它一万当然描述很多啊，不是说刚好一万，就上万种的这种香味啊。好，德香，这个德就是说这个香去。是具足有功德的，底下讲的功德，温雅德香，就流布，包括风吹过去，风吹过去的话，风本身就是有万种德香，那风吹过这个宝网宝树，我们知道这个极乐世界每个境界都是相当庄严，宝网天空宝网地上宝树都是相当庄严，风吹过去的时候都会散发出万种。温雅德香，好，岂有闻者成劳过期自然不起。为什么称为德香呢？闻这个香气，好，这种成劳就是烦恼的证实，过期呢就是烦恼的习气，好，阿赖耶识里面的习气称为过期，成劳呢就是我们这个烦恼的现行，证实现行，好，因为这个烦恼会染污我们的心性，所以称为成。劳呢，就是因为这个烦恼，它会驱使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不得自在，所以称为劳。尘劳垢起，自然不起。好，那以上就是风，好，吹过，好，这个依报的这个境界，罗网啊、宝树啊，好，等等的，好，所呈现的庄严。接着呢，讲到风吹过正报，风出其身，皆得快乐，譬如比丘得灭尽三昧。你在极乐世界，你站在那个地方不用动啊，就是修行了，在那边不用动，风吹过去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证，自然而然就能够入于三昧。好，更不用说你在那个地方诵经啊、经行啊、禅修啊，好，你在那个地方站着就站的话，就是赚到了，就是风吹过去，自然而然就是得这个三昧。而且这种三昧乐呢，就像比丘的灭尽定，好，灭尽三昧叫灭尽定，就是说，好像前面有提到啊，好，愿文有提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天人所受快乐，不如肉尽比丘者不取正觉，至少就像这个小圣阿罗汉，好，正肉尽通，好，在这个比丘，尤其是他们阿罗汉入于灭尽定当中的那种快乐，好，那至少都超过这样的快乐。好，那这个是风吹过正报，然后再看。好，这个下道讲风吹过风吹这个花，若风吹散花遍满佛土，随色之地而不杂乱。风吹过去的时候，会随着风，好，这个夹带的风，好，飘落很多很多的这个花。好，你看像好像这个有时候我们的这个花季来的时候，好，风吹过去的时候，很多的这个花随风而来。然后铺到地上，像那个日本的这个樱花季开的时候，那风吹过去的时候啊，很多樱花随着风 而飞舞，然后飘到地上，好，我们觉得好漂亮。好，那极乐世界这个是天天有的。好，这个风吹过散花，而这个花都是前面讲的，都是这个具足无量众宝合成的，好，相光庄严的境界，好，遍满佛土，然后随色次第而不杂乱，就说这个花吹到地面上的时候，好，然后这个它是随着颜色的次第而不杂乱，好，也不会就是说它不会说五彩缤纷呢，看起来很乱了，心会很乱，不会，它就像那个花海一样，这一区，好，这黄的，那这一区红的，好，这个随着颜色次第而不会杂乱的情况。再来，柔软光泽，心相分裂，足履其上到线下十寸，随举足以还复如故。好，这个花是非常的这个柔软，好，它本身是非常柔软，众宝所成的，但却柔软。那它颜色呢是非常光泽，好，庄严的光泽。然后它香气呢，心相分裂。好，那这个芬芳。烈就是说这个味道是很炽盛的，称为烈。好，那这个香它能够飘得很远，所以称为馨香。好，香气飘得很远，那这个飘得很远的香气，它是非常和顺的啊，是非常好，这个非常这个明显的好这种香气。然后脚踏下去的时候，线下四寸，也就是说这个花海啊。至少好，这个有四寸以上，所以踏下去就线下四寸。好，然后随举足以还复如故，你只要举起来，好，这个凹下去的这个洞口啊，又自然补满。好，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观想这个风吹散花，花布满大地，然后这个种种的庄严，种种的香气。然后呢，我们脚踏下去的时候，好，底下一个凹洞，好，这个可以超过四寸，好，四寸的深，好，然后呢，脚举起来，啊，这个洞可自然恢复。那这个花地铺在地上的花，颜色是随色次第，好，一个区块，好，不会很杂乱的，好，颜色整齐的。好，花用以气，地则开裂。以次化末清净无疑，随其世界风吹散化如是六凡。好，那么花用完的话呢，地上就打开，好，开裂，然后这个花就到裂开的裂缝就进去了。好，然后清净无疑，地上都干干净净，一点花瓣都不会留下来。好，那么随其世界，好，一天六次，好，六凡风吹散花，遍满大地，遍满大地呢，然后呢，
到时间过了，有地藏裂开，花叶全部下去，地藏要干干净净的七宝地。好，那么这样一天六次的风吹散花是做什么呢？好，有这个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供佛，好，供养阿弥陀，这个供养阿弥陀佛了哈。那第二个呢，最主要就是说，好，让极乐世界的众生各以一颗成众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你要去供佛，你不能两手空空吧？对不对？就是我是献出我的诚心就好了，这感觉差了。好，还是要有个什么礼来表达我们内心的诚心。那一个极乐世界的天人，他可能还没有办法说献那么广大的神变，所以阿弥陀佛就帮他把礼物准备好，这个风吹散花，各式各样的这种宝庄严的花，然后极乐世界的一些天人人天就用一格把这个花盛起来，然后趁着阿弥陀佛的威德力的加持，都有广大的神足通，然后可以迅速的到这个各处哈，至少百千亿奈由他诸佛国去供养十方诸佛，听佛说法，好修福修慧。这第一个供佛的意义，第二个庄严地面的意义，好，第三个意义就是为了要遍满这个香气。那不管庄严地面或者遍满香气，都是让众生接触了之后能够入于三昧。好，等于说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方式，各式各样的形象。就说众生哦，有的人他眼根利，有的耳根利，有的鼻根利。好，像有的眼根利，他对这个颜色特别的敏感，这个颜色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好，不管好的坏的，特别大。所以他当他进到这种众宝所成的这种妙色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很快摄受。好，那像我这个眼睛不好的，阿弥陀佛慈悲啊，换个方式，好，比如说用耳朵听的，好，或者有的耳根好，或者有的鼻根好，好，那么这个时候就这个用耳根或者鼻根，好，那个耳根就用这个声尘，好，那鼻根用香尘，哪个舌根哪是舌根来用味尘等等的，然后身根用触尘来摄受它。好，让众生呢、啊、可以随其所依，好，随他过去生的根性，好，他的欢喜啊，好，他的根性，然后这个用微妙的五尘来摄受众生。好，那以上就是好观想，好得风吹鼓，风吹过去后的吹过去之后的庄严相状。接着看到宝花充满。极乐世界充满了宝花，又众宝莲花充满世界，一宝花百千一叶，七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金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赫然，伟业焕烂，明耀日月。好，极乐世界有很多的众宝，这个宝莲花，好，然后每个宝莲花各个具足百千亿的花叶，百千亿啊，这个很难想象，好，百千亿的花叶。然后呢，这个是他这个诸花各具多叶的哈，然后再讲诸花各处多光，它的花的光明呢，好，每种叶片当中的光明呢有无量种色，好，青黄赤白、玄黄珠紫等等无量种的颜色，好，那个在具足花可以看那个观经里面的描述，好，光色赫然，赫然就是非常壮大的样子，盛大的样子。好，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莲花，哦，光明是非常盛大的，伟业焕烂，伟业也是光明非常盛大的意思，哦，焕烂都是一样的形容词啊，都是在形容这个光明非常的炽盛的意思，明耀日月，好，它光明这个超过日月光，好，这个极乐世界任何一个境界的光明都超过日月光，好，那个在经典，好，我们这个会说会有提到这个，好，那这个是诸花各处多光，然后诸花中各处多佛，
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子净相好殊特，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闻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好，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这每一朵花各个具足百千亿个叶片的花叶，好，这个莲花的花叶有百千亿，然后呢，百千亿，然后这个的这个花叶当中会散发出三十六百千亿的这个光明，好，等于它叶片的三十六倍这么多种，好，三十六百千亿的光明，好，有这么多种颜色。那当然，这个我们以现代的科技也不可能去模拟出这个颜色出来。好，所以有人想要现代科技来描述，来描绘极乐世界，其实也是没办法的。好，出三十六百千一种光明，那每种光明又各个出三十六百千亿佛。好，你可以想象一下，一朵花而已，各个出三十六百千亿光，每一个光当中又各个散发出三十六百千亿佛。好，那每一尊佛的这个都紫金色身，好，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非常殊胜。然后每一尊佛又各个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好，放光为众人说法。像观经当中有很多的好类似这样的这种描述了，十六观当中很多这种描述称为定善。好，它不是散善，是定善。也就是说，观经它那个十六观要成就，从最第一个落日观，后面的水观、冰观这些，所谓成就像什么呢？就是你好开目闭目如对目前，就像你看的手上的掌纹一样，那么样清晰。那你说每朵花三十六百千亿光，每个光三十六百千亿佛，你怎么观想？刚开始观想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大概想到这个光很炽盛，很多颜色，大概想一想。那但是说这个观想要成就，必须要好开目闭目如对目前。那是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子呢？可以，你真的在心眼当中，好，不是肉眼，心眼当中真的看到这样境界，像观音所说，像这边所说的这么复杂、这么细致的境界，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入于三昧，入于念佛三昧当中，在阿弥陀佛的佛力加持之下，你自然而然心眼透彻，能够见到这样的境界，亲自见到这样的境界。这个就不是说像我们观白骨观哦，那眼睛看看白骨啊，这个骨节长得什么样子啊，好，闭眼睛想一想啊，这些，因为这是很粗的，你可以去想象。那这个像这个极乐世界这个这么细的境界，这种定善的境界，那是在念佛三昧成就之后，在定中得到佛力的加持所见到的这种心眼呢，内心亲自显现在心中自然显现出来的这个境界。所以为什么这个善导大师告诉我们末法时代啊这个世神飞扬啊观难成就啊，就是因为这些定善的成就都是要有这个三昧力的基础。基础这是一部分。基础之余，你还要有信愿的心，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佛力加持，才能够在我们的心中显现出这样的境界。如果没有佛力的加持，纵然他有三昧也显现不出来。好，你说阿罗汉，好，他的心中要显现出三十六百千亿光，那是神话，不可能的事情。好，就是有三昧力，好，然后感召到佛外在佛力的加持，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境界。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好，我们就稍微观想这样的境界，好，观想这样的影像，然后升起我们强大的心愿。好，想说这些殊胜的五尘啊，都能够使我们入于三昧，产生强大的心愿。在强大心愿当中，我们又观察这个殊胜的五尘，然后以这个为辅，然后以持名念佛为主。好，
这个持名念佛为主，然后观想观相为辅，然后渐渐渐的修，修到最后哪一天你真的成就念佛三昧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在定中啊，在三昧当中就见到经典所说这样的境界了。那这个时候就相信，嗯，真实不虚。好，好，那这个诸佛啊，放百千光为十方说微妙法，他的这些光明都是遍满十方法界的，有缘众生都可以得见的。好，然后这个最后讲到这个利益，这些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与佛正道，什么正道？成佛之道，去向成佛涅槃之道，就是正道。好，那这个就是以上就是观想救助这个大众哈，依报的殊胜，我们就可以根据那个附表这个科判哈，这个隋朝慧远大师帮我们立的这个科判，根据这个科判，然后去观想，好，这个观想念佛啊，想象现在我们叫极乐世界，好，不是想极乐，你不要想说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陀之外，不是这么想，你要想极乐世界其实它的体也是遍满整个法界。好，那所以既然遍满整个法界，与娑婆世界也是互含互摄，互相交融在一起。所以我心中现在虽然说眼前我感觉我在娑婆世界，但是我心中是圆的极乐世界。好，那么极乐世界，因为我们心中圆的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就跟极乐世界当下感应。好，所以往生并不是说一定是那个死了之后啊，你当下感应，那当下就跟极乐世界，好，就能够相应了。好，那这个都是阿弥陀佛的，好，这个清净法身为体，然后呢，这个本愿力的加持所显现的这个境界。当然，从众生的角度来说，也是众生的自信本具的功德所显现的。好，那么以二名其所成，好，就介绍完了。好，这个阿弥陀佛发了大愿之后，现在所成就极乐世界的相状，略略的说明。好，因为具足的说，这个不断不断宣说啊，昼夜一劫不断不断宣说也说不完。接着看到以三名其所摄。好，那这个阿弥陀佛成佛之后，他如何的摄受这个十方众生呢？好，这个当中分为四段。丙一，摄下人同生彼国。下人就是什么呢？凡夫众生，就是我们这类的凡夫众生。好，在无量寿经里面，他主要谈的都是对凡夫众生的这种摄受的方式。好，阿弥陀佛如何摄受我们这种凡夫众生的这种方式。好，那么摄下人同生彼国，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明往生的正因，要具足什么样的条件，好，就能够感应到，好，往生极乐世界去受用这样殊胜的境界呢？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你说这个地方很好很好很好，但我怎么去？我去路途我很清楚，你不能说阿弥陀佛你很慈悲，你一定要来救我，你一定要来接引我。那但是很多事情的成就必须因缘和合，好，感应道交。阿弥陀佛是有愿力要来接引我们，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内心也要准备好，具足这个条件。好，就像那个手机的电磁波到处都是啊，那你手机拿出来说，既然电磁波到处都是，我现在要看到，但是你不开机，你不开机，你就是我要看到讯号，那也没办法呀。你不能怪说没有讯号，你应该怪说为什么我没有开机呢？好，这当中分为三段。第一，张生彼住正定句，令人目求。好，佛告阿难，其有众生生彼国者，皆悉住于正定之句。这个是往生净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功德。前面说种种殊胜的五尘，好，
外在出生五尘，还有正报，诸上善人聚会处，佛菩萨在现场为我们说法，还有莲师还会大众在一起，这一切一切的这一切的施设，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往生净土的众生都能够注意正定句。好，那这个所谓正定句，如果就大圣圆教来说，这是法身大士圆教是诸位的菩萨，他注意正定句。但是在极乐世界的众生，他没有断惑正果，一丝一毫都没有断，他纯粹是福祸，那么也能够永久注意正定之句。好，那这个就是前面第十一大愿。好，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句，必知灭度者不取正觉。好，这个大愿的这个成就，好，这个很重要。有的人说这个极乐世界这种种种庄严啊，对我没有吸引力。好，有的人可能这种对这个色尘就是很钝，很迟钝了，他就可能觉得这个色尘俗尘没什么，或香尘味尘，他觉得这个都没什么吸引力。但是你要想，那些只是为了成就正定句的一个施设，一个帮助。你在面对那样清净的五尘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能够念佛、念法、念僧，就能够注意正定之句。好，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你念念当中具足正定句，你说成佛速度能够不快吗？这个为什么一定要说，我就是不要靠佛的力量，我要靠我的力量，然后我自己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打拼，然后累积功累德，然后我成就成佛。其实如果真的发菩提心的人，好，这个至增上的菩萨，他不会说一定要靠我的力量怎么的。悲增上菩萨他也不是说我就要靠我的力量，他只是因为悲心很切，不忍弃舍众生，所以一定要陪了众生，也不是说哦，我不要靠佛，我要靠我的力量，那这不是我执吗？啊，你不靠佛，你靠我，那不是我执吗？我们为了要迅速满菩提愿，成佛度众生，怎么样能够迅速满菩提愿，成佛度众生？那么至增上的菩萨就怎么做？那么，所以就是往生净土，因为往生净土的最核心的功德又是注于正定句。好，你想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修行呢，修的苦哈哈的，啊，进进退退的，啊，那个有时候这个一个病疫来了，或天气变化，这个不要说正定句啊，这个我们这个有时候从这个不定句变成邪定句了，成为这个不定句就是那个哦，这个未遇到因缘的进，那么遇到因缘的退，好，这个叫不定句。邪定句就是他就始终就是没有善根啊，那很多啊，这个学佛到最后从不定句变邪定句的，啊，那个障缘太多了。好，所以比佛国中无诸邪句及不定之句，没有这类的人，全部都是正定句。好，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第二举文明者皆得往生僧人取心。这个是讲到第一讲到极乐世界的众生，第二个呢讲到极乐世界，好，这个以外的，好，第一段，好，十方诸佛共赞，十方恒沙诸佛如来俱共赞叹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好，那这个是第十七愿的成就。再来呢，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成彼国，即得往生诸佛特传。好，这个讲到这个，好，这个第十八愿，诸有众生闻其名号，这个闻呢，不是只是说耳根听到而已，是闻持，你听闻，然后具足信愿的心来受持，听闻受持，闻持，好，闻持其这个名号，好，听闻这个名号的功德，因此之故呢，信心欢喜，好，信心欢喜就是信要。好，信心欢喜就要，欢喜就是要嘛，信要乃至一念就是至心。好，那这个就是第十八愿所说的至心信要的部分。好，第一个是信要，第二个是至心。好，这两个第三个条件呢，好，至心回向，好，
以这个一切的功德回向，愿生彼国。好，那这个地方第二个所说的乃至一念，好，就是这个第十八愿所说的哈，自心心要欲生我国，好，这个乃至十念。他这个前面讲乃至十念呢、啊，这个地方讲到讲到乃至一念，那么也就是说，前面所说的十念乃至十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乃至一念到十念，临终的时候，好，一念的自信心要，然后信愿行的念佛，一念乃至十念，好，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就能往生诸不退转，往生之后就能够诸不退转，为出忤逆。回谤圣法，忤逆而且回谤圣法，好，如果忤逆还可以往生，好，观定禅忤逆还可以往生，他忤逆又加回谤圣法，那就没救了。好，好，再看第三，正遍生业，教学往生，好，无义的从举。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之心愿生彼国，凡有三倍。好，这个地方就谈到三倍往生的事情。好，这个。很重要，观经讲九品嘛，然后无量寿经讲三倍，这个三倍跟九品不能够这样一一对应，好，不能说上倍，无量寿经的上倍就是观经的上品，无量寿经的中倍就是观经的中品，无量寿经的下倍就是观经的下品，好，不是这样对的，我们大家看到这个解释文的解释就知道，不能这样对，但是呢。可以参考观经的这个三倍九品的往生的相，好，因为这个地方无量寿经所说的这个三倍啊，跟观经的这个九品啊，这个地方描述都是约的凡夫，好，无量寿经跟观经这个地方讲都是凡夫往生凡圣同居土的这个条件，好，不讲圣者，好，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